杨子，欢迎。Hello，Hello， 大家好，悦木之源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子，很高兴又能进到直播间跟大家见面。是的，我看到有很多的粉丝一直在刷，期待杨子。大家记得要把头顶上方的关注键点起来，我看到在遥远大地上旅行的风，记得点击关注哦。那么其实非常欢迎618的心动形象大使以及悦木之源的品牌代言人杨子来到我们的天猫618心动夜悦木之源的品牌直播间的专场，可以说是在特殊的一天，正值618以及六一儿童节，能够和我的女神同框，我相信很多人应该今天看到你都会觉得特别完美，因为可能从小爱到大的女神在一个这样的日子和大家见面了，能不能请杨子给直播间里的大朋友还有小朋友们送去一些祝福呢？祝直播间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们节日快乐，生活开心，然后除了祝福，今天晚上还会给大家送一个福利，送几个福利、对，送很多的福利。这个具体呢其实是因为我们准备了很多的闯关题，大家能够拿到多少福利要取决于我们今天可以闯多少关。好的，所以可能会有一些压力要给到你呢。 好呀。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要开始今天的闯关模式了。那么每闯关一闯关成功一关啊，就可以解锁我们的免单福利，还有我们的新品任选卡。那我们今天呢其实一共准备了多重的新品任选卡，就是这种卡片，然后闯关成功就可以在我们直播结束之前来解锁福利了。好，那首先的话呢，我们今天的这个亲笔签名明信片可以送出，然后呢我们还会在直播过程当中抽出多轮的免单大奖，而且它的免单金额是随着完成的难度不断升级的，所以大家记得要关注直播间，同时呢今天下单就可以赢取到今晚的福利了。好，那我们话不多说，先开始今天的第一轮闯关。好，这其实属于一个热身的运动，是相对比较简单的，因为我们最近有收集一些粉丝的问题，希望杨子可以帮我们回答一下。好，首先呢就是最近在忙些什么，我们都特别期待你的新作品，可不可以给我们简单的剧透一下小妖这个新的角色呢？最近在拍摄电视剧《长相思》在横店，然后扮演里面的小妖，然后这个我知道，因为每一年横店可能天气啊、气候都会很多变，最近会不会很累？说实话，最近这段时间很疲惫，就是他也不是身体上的疲惫，可能就是一个。有点乏，因为最近横店总是下雨。对，今天也是一直在下雨。好，我们现在在直播的时候外面也在下雨，就会晕睡，很喜欢晕睡。晕睡是吧？就是它也不是那种困，它是一种晕着困，就是晕着就着了，晕晕乎乎的，眩晕的那种感觉。那其实在这个时候还是要注意好身体。对，注意好就是清凉一些。然后那我们其实接下来就会想问，那即使其实工作比较累，然后会有一些小疲惫的情况下，为什么会选择和我们悦木之源品牌合作呢？因为其实有合作下来一年了，我也知道我们在选择合作品牌其实蛮谨慎的。是，这一年有什么感受吗？我喜欢悦木之源的一些理念，就是在全球寻找好的天然植萃，然后让产品就是好用的同时又很温和。我觉得品牌特别注重就是环保理念，然后一直坚持环保工艺。对，这一年合作下来我的感受是非常的愉快。对，就是很开心很愉快的感觉。是的，其实提到环保，我相信很多直播间里的粉丝应该都和我们一样，从悦木之源多年坚持环保，同时呢一直在不断的植树造林。其实如果你非常支持环保的话，也可以多多关注我们悦木之源的直播间。那还有呢，其实我想替所有喜欢杨子的粉丝们问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我知道你可能平时也会网购嘛，那618的话你会不会有买买买囤货的那种习惯？会，我也自己会买买买，买买买囤货。那有没有什么就是可以推荐的悦木之源的产品，可以拿出来给我们抄一抄作业的那种？悦木之源的话肯定是王牌产品嘛，也是我一直非常喜欢用的灵芝水，我也有送到我剧组的小伙伴们。是吗？对，就是他们有时候会起痘什么的，我就会说哎，你们敷这个水啊什么的。就是剧组的伙伴们也都可以跟着大家一起去用到我们悦木之源的灵芝水，就是这一款哈。那其实这款的灵芝水呢，相信大家也都对它特别好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趁着我们618去入手。那如果说呢大家没有机会跟我们其他的剧组演员们同框拿到杨子亲手送的礼物，但是我们今天悦木之源品牌方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份秒杀的好礼，就是1元钱秒杀灵芝水7毫升，总共呢有1000份将会送给大家。所以即使的话你不是在剧组拍戏，但是也可以拿到我们杨子送给你的
好礼和福利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会给大家上秒杀的链接。如何参加秒杀呢？首先您需要点击在我们头顶正上方的红色关注按钮就可以参与了。好，那让我们一起来倒数三二一好不好？ 好准备三二一。好，现在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屏幕的下方将会弹出一条秒杀的链接，那待会儿大家直接点击链接就可以去购买了。那如果说你比较担心我到底适不适合用之源的灵芝水的话，这个秒杀相信也是今天非常不错的福利了。好，那其实我知道呢，杨子很喜欢用之源的这瓶灵芝水，那我们其实今天的第一轮闯关就可以围绕着这瓶灵芝水开始进行，你觉得行吗？可以啊，可以啊。好，那我们就开始今天正式闯关的第一关了。那这一关呢，一共有4道题，只要全部答对了就可以解锁今天送出的福利，然后福利是会抽出5位幸运的锦鲤，赢取一个618元的免单大奖。好，那希望大家呢也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去答答题。然后我们接下来的免单大奖呢，需要有此时此刻到21:20之前的正装订单记录，所以呢大家可以一边看答题的过程当中呢去购买自己心仪的产品。好了，那我想问你有没有信心可以全部答对？可以，而且我有外挂的，对吧？外挂在哪里？大家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把正确的答案打到屏幕上方哦。好，那首先我们开始今天的第一题，我来给你读题好不好？好。是灵芝水可以改善哪些肌肤问题 ？A. 痘痘、闭口 ；B. 干燥、泛红。C 粗糙暗沉，大家觉得是哪一个？可以把数字或字母打到评论区。好，这个你觉得好答吗？这个很好答吧？好答吧？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把这个评论打到我们的评论区，大家都在答 A B C， A B C 这个对吗？ A B C 你觉得？是我是觉得都可以的。因为闭口痘痘，我就会用那个，我长闭口会用灵芝水湿敷，它就会很快的去红肿嘛，然后换季干燥的时候，我也会用灵芝水，就是来稳定皮肤啊，补充水分，对，所以以我的经验来说，3种都可以解决。回答正确，是的，所以大家有油痘肌啊，或者是皮肤相对有闭口、泛红以及粗糙的问题，都是可以去用到灵芝水来进行一个改善的。你像现在我们就是整个横店也非常的热，特别闷热，然后大家比较容易冒痘，甚至是一种油痘，都可以去用到灵芝水来进行调理的。好，那第一题闯关成功，我们来进入到今天的第二题哈，大家可以继续集思广益。第二题的题目是：灵芝水适合哪一种肤质使用 ？A. 油痘肌 ，B. 敏感肌 ，C. 脆弱肌。这个 A、B、C 你觉得选哪一个选项是对的？大家也可以答起来。我自己因为偏的是怎么说是混油肌，就混合皮肤，所以 A 选项就是油痘肌肯定合适。然后敏感肌也可以使用，其实我也有一点敏感，就是我这个两边就是有一点敏感，然后因为悦母之源一直是用那种珍稀植萃做成分，对，成分和原料就天然又安全嘛，所以我觉得用它做一些维稳的护肤修复的功能，然后脆弱肌也是可以用，所以我觉得这个答案应该是全部都可以。对，外挂们也在刷 ABC， 大家也在刷 ABC， 看来这个题目是不是设置的太简单了，好像都没有考倒大家的样子。没错，我们这一轮的答案又是回答正确。那灵芝水呢，它的确是一款不挑肤质的水，那无论您是皮肤偏油长痘和杨子老师一样，或者是说我们容易出现脸颊两侧的泛红敏感的问题，都是可以去用到灵芝水的，所以呢敏感肌、脆弱肌、油痘肌都可以去放心使用。好了，那我们接下来进入到第三题。好，那第三题呢是灵芝水，这个可能会有点难哦，它是一道填空题。好，添加的是多少倍的灵芝浓度，大家知道吗？如果知道的话可以把这个数字打到评论区。这个问题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考到你哦，有多少倍的一个修护的浓度？现在可以说是吧？现在可以说10倍，脱口而出这么快吗？我看到好多粉丝朋友在刷10倍。对，这个就看到了是吗？可以10倍。对，是的，这个灵芝水呢它确实就是10倍的一个灵芝的浓度。对的，来吧，把我们的这个外挂
让大家看得更清楚一些。的确是十倍的灵芝浓度，因为其实相比于上一代的灵芝水，我们是做到了一个升级。升级之后的灵芝水呢，它可以更好的修护肌肤，而且可以大大提升皮肤的一个修护能力，也可以快速的去改善我刚刚所说的这个皮肤长痘呀，包括敏感和泛红的一个问题。所以大家如果心特别急，我很着急的去改善现在的自己，那也可以去选择灵芝水的。好了，那第三题我们再次恭喜屏幕前的大家和杨子回答正确。进入到闯关的最后一题，就是什么呢？第四题，灵芝水添加全新植愈力科技，能够强化肌肤屏障的抵御能力。 A 对 B 错。这个选择题只有两个选项，到底是对还是错呢？大家可以在评论区里刷起来 A 和 B 哦。我觉得这个是不是比较好回答，还是比较难？对，肯定是对了，肯定是 对，是吧？这个有点像一道送分题，是的，对吧？对，因为其实我们今天就是为了给大家多多的去送出福利。那没错的，我们的灵芝水在全新升级之后，它不仅仅是成分和浓度有大大的提升，在这个科技上呢，它也是采用到了一个活性的适应源，就很像一个灭火器一样，可以快速帮助大家去救急肌肤的问题。那同时呢，比如说我们在外界气温变化，或者是内在最近上火了，然后最近心情不是很好，都容易出现一些肌肤的问题。那它是一个内外兼修的水，也就是对内可以调理你自己，对，对外呢也可以抵抗环境的变化。所以大家呢，真的有遇到肌肤问题的时候，可以放心的去选择到我们这一款的灵芝水了。好了，其实说到这儿呢，我们言归正传，大家肯定非常心动哈。那今天大家购买到灵芝水呢，是可以享受到杨子周边的，您现在就可以去下单，即可以解锁限量只有2500份的杨子周边。所以呢，拼手速的时候到了，大家下单的时候记得去我们热门位链接备注暗号我爱悦木之源，即可以解锁我们本轮的今天的周边了。好了，那具体灵芝水怎么买呢？我们有一个购物攻略，因为现在其实购物的话，大家其实可以简单的去探讨一下。如果你买一瓶灵芝水，我们可以去爆品2号链接。那买一支装，我们会送您50毫升灵芝水4瓶。同时呢，去21号链接先购买1分钱，还可以解锁30ml均泡洁面一支。那你像我个人会有囤货的习惯，而且灵芝水的话，像杨子老师，你平时会用它湿敷，对不对？我用它湿敷。对，像湿敷的话，一般我觉得会量用的稍微大。对吧？是的，对，比较浪费。对，所以呢，其实这个时候趁这个活动，大家可以多囤一些。那我个人推荐大家可以在2号链接呢，数量填2，买2瓶灵芝水400毫升，送给您450毫升灵芝水，相当于比买2送2的量还要再多50毫升。那如何购买呢？先去买下直播间21号链接的1分钱，即可解锁30ml均泡洁面。其次，在屏幕上现在会给大家弹出一张满550元减50元的优惠券，大家领完优惠券之后，数量填2即可以去使用到这张优惠券了。那另外下单前记得去备注暗号我爱悦木之源，即可以获得限量只有2500份的杨子周边。那这张明信片呢，就是这个样子的，只有2500份呢，大家要抓紧时间去把握住这个机会了。好，那我们其实说到这个灵芝水的双瓶装，2支装，数量填2，您直接去下单就可以了。另外呢，我们如果在下单之前还可以去输入杨子悦木之源的评论，还可以领取到我们的红包，抓紧时间下单才能参加我们后续的抽奖活动。有可能您买了一单之后呢，待会儿抽到了锦鲤你就免单了，所以现在下单是非常超值的。好了，那既然介绍了这么多，我们其实要好好的去讲一讲，其实除了有一款好的产品很好，然后也非常超值以外，还需要用对一个方法。对，我不知道杨子老师您平时在就是这个熬夜之后呀，或者皮肤有些问题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去护肤，你会怎么用灵芝水呢？可以跟我们简单分享一下吗？我日常会把它当做精华水使用，然后有时候拍戏熬夜肌肤很不稳定，就来湿敷，它有一个那个纸膜搭配的就会非常的方便。对，这个确实，因为我们悦木之源有的时候会出现一个这种礼赠，就是这个样子的。然后它其实就可以去用来湿敷。我们今天可不可以现场给大家就展示一下？可以啊。对，这个应该具体如何操作，我看看好不好打开哦。哎，可以的。就是把它这样打，它里面就是一个这个膜嘛。然后倒在里面就可以了，把灵芝水。这个其实量的话你会有一些建议吗？你平时一般差不多它鼓起来就可以了，就是我觉得因人而异吧，我喜欢倒多一点，因为我可能会湿敷时间长一点。对，长一点，而且像有的时候比较干，它其实现在已经可以，它泡开了已经。对，先泡成这个样子。对，
然后大家就其实就可以去用它湿敷在脸上。对，我们其实可以把它简单的打开一下啊，是。对，大家说已经下单了是吧？还有没有关注我们直播间的各位粉丝，大家可以在头顶正上方点击一下关注按钮哈。您需要关注直播间，在下单的时候备注暗号我爱悦木之源，就是这个样子。对，打开之后它就是这个样子的。我已经闻到了一个淡淡那种植萃的清香，就是敷起来是这样的。大家是可以抓紧时间把图片截起来了，今天晚上手机里面即将又拥有了新版表情包。这个就是很可爱是吧？我要没化妆，我现在就敷起来了，就是敷起来了是吧？这个很舒服的，就是摸起来很冰凉，尤其夏天的时候敷起来真的那种感受是特别爽的，就是忍不住现场都想敷了。如果大家没有敷过的话，赶紧心动起来，自己拿回家操作一下，试一试看到底什么样的感受。是的是的，我把它收藏一下啊，这面膜我就要把它收藏起来了，是我的儿童节礼物，倒也不必。但是这个大家肯定都特别想用，因为毕竟亲手打开的嘛，对吧？不过没关系的，因为我们这一轮就算是已经把福利解锁成功了。大家虽然不能拥有我手里面的这片面膜，但是你可以拥有一个免单大奖的。然后因为我们刚刚看到杨子老师拿出这个面膜的时候，可以说是非常熟练，有一种老月球人的感觉，讲解起来也是头头是道的是吧？然后这个灵芝水呢，其实我们可以再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它的一个质地，因为这个质地的话我们很多人会担心水会不会黏腻，你可以帮大家去测评一下嘛，就是这个水的一个质感怎么样，就倒在手上让大家看。对对对，哎呦小心一点老师。没事没事，就是它其实不会，它就是倒起来的时候就洒掉了，就可以说明它已经是一个流动性很强的水。有的时候我比如敷完面膜，我还要拿这个擦掉面膜上面的那些油脂什么的，所以它其实还挺清爽的，很舒服，不粘。我恒定拍戏，我每天早上就是拿它擦脸、擦脸、卸面膜什么的，哦，都可以。所以可以把它作为一个二次清洁的水去使用，是这个样子，很舒服，很舒服。而且它的味道在直播间里面飘散出来，是一种天然的一个植物的清香，所以用起来感觉是很舒服的，对吧？没有黏腻的感觉，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去下单喽。那这一轮我们挑战成功，好了。给大家解锁的是一个免单的大奖，没有下单的各位粉丝您要抓紧时间了，因为我们接下来马上要抽出的是第一轮免单大奖，将会抽出五位幸运的粉丝获得618元的一个免额金额，它的门槛就是需要关注直播间，再次强调关注很重要。好，在我们头顶正上方的位置红色关注按钮大家点击起来，然后呢现在拍下正装订单就可以参与抽奖了，口令我们在评论区打起悦木之源杨子这几个字，就可以来参与到我们这一轮的免单大奖的抽取喽。注意口令悦木之源杨子，中间没有任何的标点符号，就可以参与抽奖了。然后这一轮抽奖因为其实人数很多，整整有五位，门槛是关注直播间加入店铺会员，并且有9点以后然后9:20之前的正装订单记录。那在下单之前呢，我们再来给大家强调一下哦，如果您消费金额较多的话，可以去到直播间的24号链接充值一笔购物金，它是会膨胀的那种，就是充700可以变成750块钱，然后大家一年都可以使用。另外充值1000元钱可以到手1100元钱，如果一年之后您没有使用完毕，可以自动退回到你的账户当中的。那另外呢，我们在屏幕中间弹出的满550元减50元的优惠券，大家同样可以领取起来，领取之后直接下单就可以立减50元钱了，所以建议您可以凑到550元钱是非常超值的哟。好了，那话不多说了，我们接下来开始截屏喽。那我们一起来倒数好不好？好，5、4、3、2、1，截屏。看看是谁啊，这是免单大奖618元的，从下到上我们数五位朋友。那读到名字的粉丝呢，我们需要在直播间联系人工客服，联系到人工客服之后呢，你可以把你的家庭地址发送给客服。我们来数一下，1、2、3、4、5，正好有五位。哎，有这轮抽到了4位哦，是有重复的。要不要你亲自为他们颁奖？有第一位是 HLC 巨蟹座，恭喜巨蟹座。第二个是锦鲤 BUFF 连连。第三个是成理想，第四个还是这个，对，还是锦鲤什么的，对，然后这个还是什么巨蟹座，对吧？对，还有一个十亿，最后一个是十亿男人的梦，这名字很搞笑哈。对，好了，恭喜十亿男人的梦，你中奖了。
那我们刚刚中奖的这四位粉丝呢，大家获得的是618元的免单大奖，我们需要凭中奖截图以及您的下单记录，在48小时之内去联系人工客服，输入地址就可以去获得我们的奖品啦，免单大奖啦。还有很多小伙伴可能没有中奖，而且这轮只抽到了4个，可能会有点遗憾，是吧？没事没事没事吧。那后面我们还有那个其他的闯关题，对 对，我们可以再接再厉哦，加油。对，好，那下一轮呢，我们要给大家送出的福利会升级，所以如果这一轮你没有抽到也不要可惜，下一轮的话我们可以继续为您去抽奖。好了，那其实我们刚刚讲到灵芝水以后呢，还有一个问题是大家可能会担心光用灵芝水是不是会有点单一，那尤其在秋冬季节或者是夏季的时候，选择一款合适的乳液，不要黏腻还要保湿，这个事儿就特别重要。那我其实想请问杨子，像你平时在选择护肤品的时候，是会成套使用偏多一点，还是会拆开来各种不同的东西就搭配用一用？其实我觉得官配的就是很好，因为它一定是它的那个效果是最强的，而且锁水效果也很好，就是体验过每天早上用完以后一天都很水润，而且也不会黏，对，很轻薄。对，其实我们官方推荐的大家用到灵芝水搭配的就是这一支强韧乳液了，就是我手上的这一瓶。那这支强韧乳呢，相信我们直播间的很多老粉丝已经非常熟悉了，它其实是灵芝水的像杨子老师说过的一样，官方的 CP。 所谓灵芝水搭强韧乳，可以让我们皮肤改善闭口粉刺以及修护维稳的效果呢提升2倍，它是达到一个1+1=2的效果的。然后老师，那您在夏天选护肤品的话会有什么注意的点吗？就会有什么特别要避免踩的雷吗？我觉得不能黏，因为我要化妆嘛，然后就是一定是很滋润的抹上去以后，但同时要保湿，就让我会觉得很舒服舒服一些。那可以帮我们现场试一下这个强韧乳液的质地，您觉得这支它会不会满足于你的要求，就是要保湿但不要很黏腻的那种？好，我们导播老师帮我们切一个特写好不好？对，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质地相对来讲是比较清爽的，是吧？这样擦起来会不会有黏腻的感觉？没有没有没有吧，很舒服。对，我觉得也是夏天大家可能会担心啊，用完之后太闷了，但是这款它是非常轻薄好吸收的。那同时这支强韧乳当中呢，它其实含有一个发酵的白化绒的成分，是可以改善皮肤的脆弱，像你有的时候说脸颊会泛红呀就可以用强韧乳液，就是这样简单，非常简单的去拍一拍就可以改善了，然后同时呢提升皮肤的一个耐受能力，而且保湿说到很重要，就是它可以呢有5%的角鲨烷，还有些什么呢，透明质酸，所以呢补水呀锁水呀效果都是非常好的，大家可以放心的去使用，很好吸收。这个如果涂完之后后续让你上妆你会很放心吗？放心放心是吧？对，这很放心，不会黏腻的。所以如果直播间里面有各位粉丝，大家也是平时日常会化妆的话呢，也是可以在妆前涂抹这支强韧乳液的。好，那其实说到灵芝水乳的话呢，我们会建议大家成套去购买，肯定是会更超值一些的。那今天呢正值618，我们平时可能买一套水乳就是这2件就没有了，那618期间去到直播间的1号宝贝链接买灵芝水乳套装，送给到您的是灵芝水50毫升7瓶，30毫升再送2瓶，那一共到手的就是灵芝水整整460毫升的一个礼赠，这个是非常非常超值的。那额外呢如何去购买，听一下购物攻略啦，敲重点。首先去21号宝贝链接拍一下1分钱即可解锁30ml的这个洁面，是免费送的，所以一定要先提前拍下21号链接。额外呢直播间里将会弹出满550元减50的优惠券，大家领取之后可以直接购买。那最后呢我们在下单前一定要记得备注暗号我爱悦木之源，您还可以再获得限时的加赠杨子专属物料。我们之前不是有很多大客户吗，大家在等说那个每个人可以拍多少份可以拿到周边，然后有人说居然想把2500份全部都包了，不要这个样子，我们是买一份送一份周边，买2份送2份周边，每个 ID 每个人最高买8份，大家就可以获得8件周边了。建议大家呢还是理性消费，快乐购物哈。好，然后呢我们今天大家去买到灵芝水乳套装，千万要记得备注暗号我爱悦木之源。好了，那今天呢我们讲完灵芝水乳套装之后，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闯关的活动。下一轮的闯关呢，这个我觉得与其叫闯关，不如叫给现场的粉丝们发放一些福利了。好呀好呀。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闯关电台它是拍照环节，我们要根据现场的道具来进行一个萌系5连拍，只要拍照大家觉得满意了就算是闯关成功。你觉得有难度吗？
去卖萌是有点难的，毕竟咱这个咱也过了卖萌的年纪了，但是为了大家福利尽力来吧。可是大家并不这么觉得，是不是？大家可以准备好手机，这个卖萌是非常罕见的两只毛绒玩具。是小猫，这个是小猫。那我们就是可以摆拍，这一轮摆拍三个照片嘛，好不好？嗯，好。那我们大家可以准备好手机，疯狂截图了，摆三个 pose， 你觉得好看就可以了。好，好，就是开始第一张。喵，这个是动图哎，这个还非常生动的。喵喵喵。这可以不要停吗？就是今天直播一直是这个环节，就是大家大饱眼福。第二个，大家说老婆你好漂亮。好，第二个呢？喵喵。他没有，不，人家没有让我配声音，我知道，我一直喵。太敬业了，杨子老师。第三个，喵。我明白了，这三张照片就是翻开的形式不同而已，这一定要做成动图才能看到更多的区别，对吧？大家是不是有到疯狂截图？我感觉内心已经被萌化了。老师，您这个就叫做欲扬先抑。手套不错，可以拿回剧组啊，当道具，可以吗？现场老师，现场评委老师，这个可以拿回去了，可以送人了。好，其实我们这个戏里面好多妖怪可以拿回去给猫妖用。真的可以啊。开玩笑嘛，开玩笑，笑死了。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杨子老师的一个新作品哦。然后大家都在刷可爱，就是评论区其实在夸爆了、大家。好，那其实我们接下来呢，下一个道具就是要植入广告了。对，我们下一个道具呢，给大家准备的是悦木之源全新升级的一个限定包装的泥娃娃。就是这个产品呢，它整个看起来也是非常 Q 的，然后我们需要呢摆两个 pose 就可以了、好，我不用戴这个，这个不用戴了，摆两个 pose， 两个 pose， 第一个这个就是什么呢？人间值得小可爱的富贵花。第二个 pose 呢，这个就是甜到心里去。好，这两个 pose 大家觉得合格吗？我以为你又要说一堆甜到心里去什么什么，然后就没说。我刚想说哪里来的这么多词，就是我也词穷了，刚才一瞬间没有那么多花，就是可爱萌到心里去，大家觉得合格吗？如果大家觉得合格的话，可以把合格打到评论区，然后我们这一轮呢就算通关成功了。如果大家觉得不满意的话，我们其实还可以继续的。满意了。满意了吗？肯定满意了。肯定满意了吗？我们稍微等一等哈。好，那看到大家说好可爱，已经满意了，我们就算这一轮挑战成功。感恩大家。感恩大家。因为这个我们只要闯关成功之后是给大家送更多的福利和礼赠的嘛、所以肯定我们都是拧成一股绳的，一条船上的合格，大家都在说合格。好，那其实我们刚刚拿到的这只呢，不仅仅颜值非常高的泥娃娃面膜，其实它也是我们直播间里面所有面膜销量当中非常王牌的一支产品。然后我其实特别想问杨子老师，在你平时出游的时候、你会有做皮肤清洁的习惯吗？会，肯定得，要不然就会容易堵塞 毛孔嘛，出现痘痘闭孔啊，是闭孔是什么？痘痘，痘痘闭痘痘闭口，闭孔，闭孔也是对的，就是留完痘印了之后，它可能会留一个小窟窿，对，闭孔，谢谢。就是每周会定期清洁一到两次。对，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专业的做法，就是一周一到两次的清洁。那可能在夏季的话，大家可能有两到三次都是非常正常的。对对对。那你像平时拍戏比较忙的时候，会怎么样去清洁？会去那种美容机构或者是美容院做清洁吗？因为有时候你收工很晚，你就没有办法去嘛。但我就会用这个我们这个泥娃娃，它就是特别好用，因为我使用它的感受就是，这个清洁面膜上脸后呢，有一些它会很紧绷，但这个完全没有，而且很好推它，就是那个质地很稠，对，然后就感觉用完以后觉得肌肤里面的脏东西都被吸走了，就带出去了，是吧？是。我给大家试一下吧。好，毛孔很清，就很清透之后，不是要喜欢说一定要就是多干，但是这款呢，我觉得大家如果说不喜欢太干的，那这一支呢一定会非常的舒服。是的，因为其实有一些清洁面膜用久了之后脸会干，然后会裂，那这种感觉其实就感觉很难受。对，而这一支其实就算你用干了之后它也不会出现裂的情况。是的，对的。然后它的延展性大家可以看到也是很强的。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第一个呢，就是悦木之源的配方很好，它里面添加到的是
活性炭。那这个竹萃的活性炭呢，它是可以吸除掉你皮肤多余的油脂的。另外呢，它里面还添加了白瓷土，是可以吸走你皮肤表面的一个油光感。那你敷上之后呢，洗掉你会感觉到皮肤非常深层的一个污垢都被用物理吸附的方式非常安全的把它带走了。所以像有的时候我们会长一些黑头的问题啊，然后白头的问题以及闭口的问题，都可以交给它去温和清洁不伤肌肤的同时呢，有效去收敛我们皮肤的一个毛孔的问题。然后我其实想问杨子老师，关于清洁的面膜，你有没有什么小的使用技巧可以推荐给大家？有两个方法，就是一个是十分钟速成法，先用这个泥娃娃敷全脸，再用灵芝水舒缓，就是先清洁后补水，让肌肤干干净净。还有一种是每周可以使用这样一次，皮肤会很细腻，比如说敷在局部、鼻子啊、额头啊，出油多的T区，然后这样可以预防黑头、闭口。也就是说两种用法很专业的，第一种就是用湿毛巾啊、热毛巾打开你的毛孔之后，对，可以，对，然后我们再去使用。第二种呢，就是大家可以局部去敷，你比如说我特别懒的时候，不想全脸都给它涂匀，就只涂在局部就可以了。这是杨子老师的护肤小技巧，大家学会了吗？然后我们学会的话呢，大家可以这个使用起来我们这支泥娃娃面膜了，因为夏天也要到了嘛。如果真的是平时没有时间去外面约美容院呀，我们在家足不出户，其实就可以给皮肤做一个非常深层的一个 SPA 护理了，而且其实这个要更方便一些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把这个小技巧都已经学起来记起来，夏日清洁泥娃娃可以说是必不可少了。那今天我们在直播间呢，这支泥娃娃去到27号的宝贝链接就可以直接下单我们的杨子同款的这支泥娃娃面膜了。那我们今天去买泥娃娃面膜呢，在618期间以前你只要买到这一支，那今天买这支再送30毫升同款面膜一支两支，再送30ml 的洁面一支。其实这个小瓶装的话，我要强烈的安利给你，像有的时候出差比较短的时候带这个小支就会非常的方便，是不是？它很 Q 的这种，就可以大家外出携带的时候很方便把它带走。然后如果您在下单之前呢，可以去把它跟我们的灵芝水进行一个凑单，因为我们现在直播间里会弹出满550减50元的优惠券，那您凑到550元就又可以立减50。那同样如果您消费金额较高，可以去24号链接充值购物金，充值700到手750元是可以享受更多折上折的福利。那下单之前您可以去备注暗号我爱悦木之源，即可以解锁杨子周边的明信片，限定2500份，每个 ID 最多拍8份哦。然后我们建议大家凑单的时候，其实可以根据自己的肤质啊，还有你的需求，去我们的链接里面去选一选。那你像一般平时的时候呢，我会比较喜欢用灵芝水去搭配这支泥娃娃的面膜，对吧？像一般清理之后了，皮肤毛孔很干净的时候，可以再拍一点点精华水吧，是，对的，可以拍一些些的，所以大家可以去组合起来下单是更方便的。下方的链接27号已经给大家弹出来了，点击进去备注暗号我爱悦木之源，大家就可以去购买了。好了，其实现在说到这儿，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关于产品的问题，您可以在直播间里面去提问出来哦。如果没有关注的话，想参与抽奖，记得点击头顶正上方红色关注按键，就在这儿，头顶上方关注按键如果是红色的，请大家点击起来。那因为接下来呢，我们要开始给大家去抽奖了。头顶上方红色关注键去点击起来。那我们接下来的下一轮抽奖呢，是新品任选卡以及2位锦鲤。那这一轮抽出的是价值1618元的一个免单大奖。如果您想参与我们的免单大奖的抽奖活动呢，这个时间门槛是卡在21:21到21:40下单的正装链接的订单，就可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抽奖活动了。时间好像还没到，还有5分钟的时间，我们再来给大家5分钟的时间去回顾一下你具体需要去购买什么样的一个产品。那我们先来给大家去讲一下我们下单的一个攻略。那首先呢，我们推荐大家去凑单到550元，因为我们直播间非常难得的给大家放出满550减50的优惠券，其实这个以前是很难遇见的，因为很少会发这种优惠券。第二，大家可以去领取到我们的什么呢，就是口令红包，您可以在下单之前去输入口令杨子悦木之源，打到评论区即可以领取我们的口令红包。那第三，建议大家可以去24号链接充值购物金，充700到手750元。那最后我们在下单的时候，您可以去21号宝贝链接用1分钱解锁30毫升的菌泡洁面，这样我们就可以领其福利了。然后灵芝水的话，我们可以拿出一个一瓶的
给大家展示一下。对，这一支的灵芝水的价格，再加上一支泥娃娃的价格，它正好可以凑满550块钱。那如果买的话呢，大家就是在爆品链接加27号链接加入购物车这个举动，然后一起去结算，既可以用优惠券，还可以备注暗号我爱用之源，赢取限量2500份的周边明信片一份。那除此以外呢，大家也可以去用到我们的灵芝水乳套装，再去搭配到泥娃娃面膜。这个样子呢，我们不仅可以做到一个深度的滋养和清洁，还可以做到一个夏日清爽的补水保湿，而且达到一个修护维稳的效果哈。买水乳套装呢，去到直播间的爆品链接，到手价格原价695元，今天领取优惠券之后只要645元钱，再搭配到泥娃娃面膜呢，同样也是可以去使用到优惠券的。好了，那说了这么多，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凑单成功啊？限量2500份，大家也可以抓紧时间去下单起来。然后其实说到刚才的这个泥娃娃面膜具体的一个使用方式，我其实会比较好奇杨子老师，你在平时就是挑面膜的时候会不会注意到一些什么样的点？你会是一个成分党吗？适合自己的吧，也会看成分。就是我比较喜欢一些天然的天然的东西，会就是比较温和的、安全的。也就是说，其实你会把安全性放在第一位去着重考虑一下。那我们这支呢泥娃娃面膜，其实大家可以完全的去放心，因为它里面在成分上的添加就是杨子老师可以放心的所说到的这种天然的成分。第一种天然成分就是竹萃的活性炭，它被称之为叫做毛孔的吸尘器，可以非常干净的把我们毛孔里多余的油脂和垃圾全部都带出来。那第二呢，就是白瓷土，它是经过高温煅烧的方式添加其中的，所以是很安全的，可以吸除你皮肤多余的油脂。我觉得夏天皮肤出油这件事儿其实是蛮尴尬的，像一般我们在剧组补妆的时候，是不是第一件事儿就是吸油呀？对，吸油。对，为什么？其实就是因为油会有点上镜难看嘛。也不是吧，有的人喜欢就是稍微的油光一点，但我个人拍戏或者上节目比较喜欢哑光一点，因为我觉得那样显得稍微的干净一些。对，好像是这样的，因为好像满面油光就会觉得有点这人热了的感觉。是是是，但有的人也会故意稍微让皮肤亮一些，就根据个人爱好。爱好是这样的。那如果说大家也是喜欢哑光一点的状态，和杨子一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在平时把这个清洁去做做好。是的，因为做好定期的清洁，才能让皮肤没有那么愿意出油。对，不然你总是吸，其实也是治标不治本的。对对，那这支泥娃娃它就是这样的，帮我们大家去吸除我们皮肤里多余的一个油脂。那它的用法呢，就是每天在我们洁面后，那取一个适量的这个量，这个适量不是很好控制。那一般你会把这个适量控制在什么样的量？我稍微厚一点点，厚一点点。对，我喜欢稍微厚一点，然后湿湿的感觉，就是它这样的话其实吸附能力也会更强一些，就涂到湿湿的感觉稍微厚一点点，把你的毛孔全部都盖住，这是我们官方的一个说法，就是盖住毛孔就可以了。然后待到它完全干掉之后，直接用清水把它卸除出去，有的时候你会发现皮肤里面很多的小脏东西已经浮出来了。对，是的，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轻轻的去把它清洁掉之后涂一层灵芝水了。灵芝水，对，灵芝水可以搭配起来。然后今天呢，其实大家下单灵芝水，我们会非常推荐大家选择双支装的灵芝水，因为双支装其实要更超值一些。那我们在2号链接去买到双支装灵芝水搭配泥娃娃面膜，数量填2，直接下单备注暗号我爱悦木之源就可以了。您在下单前的购物攻略是21号链接拍下1分钱的均号洁面，即可以获得30ml的洁面。第二步，我们在屏幕中间领取一张满550减50元钱的优惠券，直接立减50元钱，买400毫升双支装的灵芝水，再送您450毫升的灵芝水，它是超过买二送二的量的。同时下单备注暗号我爱悦木之源，您还可以再次解锁限量只有2500份的杨子周边的这张明信片，然后以及我们的这个限量的礼盒套装，是只在今天才有的哟，所以大家抓紧时间下单。那我们刚刚说了这么多，其实都在给大家机会去选择，因为我们即将要抽出的是价值1680元钱的锦鲤免单大奖。如果刚才您在9:20至9:40完成下单动作，请参与我们直播间接下来的抽奖活动。那我们这个口令想一个吧，就叫我要免单，你觉得行吗？可以。哇，你太厉害了。我要免单是吧？行，这非常直白。我是说你说的太厉害了是吧？给我说傻了都。没有，是我说太多了。不是，觉得你真的太厉害了。这个今天没有提示器啊，他刚才完全没有，我就觉得这一套下来
真给我说傻了，你太厉害了，谢谢称赞，谢谢称赞，一会儿品牌老师可以给我加个鸡腿了，好，全程听的哇。其实刚才我们要给大家，因为要发福利嘛，一定要等到四十分，不然他没下单呢就把奖给抽了，他又很伤心。所以呢，我们接下来就给刚刚下单的粉丝抽福利吧，毕竟刚刚又拍照又啥的，对吧？给大家放一份福利，这个福利抽的是1618块钱的免单大奖，也就是抽到你了，你可以去买1618块钱的东西。所以不知道大家刚刚买了多少钱啊？这轮可以多买一点。然后，那我们把我要免单刷起来。对，不是刷那个杨子月木之源哦，刷的是我要免单。对，如果你口令错误的话是没有办法抽到你的，所以口令一定要正确。这一轮抽两位，那杨子老师还是你来倒数来截屏，好不好？5、4、3、2、1，停，截屏。你说是屏幕最上面两位还是最下面？你说了算。最上面吧，最上面的两位是吧？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最上面的两位是谁呢？让我来读出你的名字。第一位叫做樱花草，这名字还挺可爱的。第二个叫可爱呀、嘟嘟，可爱呀嘟嘟。这个哎，不对，樱花草呀，你这个口令打错了，他打的是月木之源杨子。所以我们要顺延一位了，给这个 Candy 加娇 ，Candy 下划线 Geo 娇。这两位粉丝大家有没有下单记录呀？我们导播老师可以给我们切一下特写哦。恭喜这位可爱呀嘟嘟以及这位 CANDY 下划线 GIAO， 你们两个中奖了，那获得的是价值1618元的一个免单大奖。然后我们要提醒大家一下哦，刚刚大家一直在去冲的这个明信片2500分居然只剩下100分了。你们手速也太快了吧，我觉得大家好像是那个坐着火箭带着飞毛腿来直播间去拍产品的，很快。所以大家如果想要这个周边的话要抓紧时间了，最后只剩下100份了哈。好，那我知道大家刚刚可能有一些人下单了但是没有抽到这个奖品，可能会觉得有一点点遗憾，但是呢不要担心，因为既然杨老师杨子老师呢很难得的做客到一次我们的直播间，就是我非常期待一个动作，就是反客为主。那我们下一轮的挑战呢就是重磅福利，这个我觉得我都有点不好意思说出口了，老师是啥呢？那就不要说了。那不行，因为我们不是还要发福利呢吗？对，就是什么方式，什么闯关方式呢？就是来这个叫做什么呢，叫做首席主播模仿秀，需要杨子老师在直播间像主播一样为我们安利一款月木之源的产品。不仅仅要安利产品，还给你准备了难度升级的三个关键词，第一个618，第二个夏日护肤，第三个快乐。我觉得这个难度真的是非常大。对，因为这个需要连贯性的不断的高密度的输出，可以吗？大家觉得可以吗？大家觉得可以吗？我们可以在直播间去互动一下。那我们就是说呢，要这个给大家讲解的这款产品呢，我们就挑一个这支洁面，好不好？内心其实是抗拒的，可以，但是为了福利又没有办法，是吧？然后那我们这个关于讲解产品呢，我们就可以从这个开场开始，就比如说跟大家的问候，可以吗？就是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谁谁谁，对吧？对对对，但是注意，我们要有关键词，第一个是618，第二个是快乐。快乐。对，然后第三个是夏日护肤，这些词都要涵盖进去哦。准备好了吗？好，那大家可以准备开始录屏了。这个是杨子的直播首秀了，准备3、2、1，开始。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子。618什么最重要？快乐最重要。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就是我手里的这个。用了就快乐的夏日护肤好物，那就是我手上的月木之源菌泡洁面。无论男生女生油皮干皮学生党还是打工人，用了都说好，卸妆清洁一举两得，温和不伤肤，我的618宝藏单品推荐。我的天哪，大家觉得好不好？大家可以把我们这个自己的心中的想法打到评论区。我刚才都有一心中的想法，
说得很好，下次不要说。没有，我刚才有一瞬间恍惚，我觉得不是在直播间，让我觉得是打开了电视机之后听到的广告，马上高级感就有一种蓬荜生辉的感觉，就都不像直播了。反正我是觉得太好了，就是有一种幸好你没来当主播，不然我就有一种饭碗不保的感觉。不会不会，这个不用担心。这个肯定是不用担心的，是吧？大家都说太棒了，超级棒，厉害厉害，小可爱，是吧？就是怎么说呢，做什么都行，就是什么都很专业的。然后那我们其实说到这个军号洁面呢，刚刚杨子老师有提到的它的关键词，其实就是第一个呢，我发现你有涵盖到人群，就是不管大家是什么样的肌肤，油皮或者是干皮，其实全部都可以去使用到这支军号洁面的。那另外呢，像大家比较担心的是，我用一款洗面奶会不会洗的这个太干净，洗完之后皮肤很干。那这支军号洁面就像我们刚刚说到的，是一个油皮男生也可以用的洗面奶，就不用担心它会很紧绷。然后呢，我们今天这支军号洁面在直播间里面，大家如果要去下单的话，也是可以完成下单动作的，因为我们将会给大家抽出最高这个6180元的一个免单大奖。这个免单大奖呢，要感谢杨子刚刚作为一个主播的方式为大家讲解，才能解锁这份福利。然后那其实我们看刚刚杨老师安利的这么全面和到位，想问一下你是不是有用过我们这支军号洁面的？当然，它在我心中是一个宝藏黑马产品。对，我喜欢它就是很高效方便嘛，然后可以清洁，还可以比如说去除残余的彩妆。嗯，我化妆就会很频繁，就会担心这个妆卸不干净。卸干净啊，那这个军号就很合适。对，对，像有的时候我们化妆比较频繁的时候，真的有一些污垢残留在皮肤里面会比较麻烦，对，所以选择一款比较安全的、比较温和的洁面的产品是非常重要的。嗯，其实现在大家很多女孩会很喜欢化妆，嗯，然后每一天也是带妆好多个小时，嗯，这款军号洁面像大家夏天用的防晒呀，以及一些彩妆啊，都是可以去轻松卸除的。那同样的，你会不会就比较担心说成分会不会太猛？这个安全性是要考虑的点。对，我比较喜欢就是氨基酸成分，它比较的温和嘛。嗯，对对对，洁面每天都要用，所以就是使用感，这个泡沫的使用感也很好。对，这个就是你选择一些这个洁面类产品的偏好，对不对？是的，是的。那你觉得它的这个使用感受怎么样呢？会比较舒服吗？很舒服，因为它是那种泡沫很绵密的那种，而且抹到脸上也会很舒服，洗完脸以后不会假崩啊，那种假滑什么的。就是很紧绷的那种感觉，洗完之后就真的很难受。对，所以如果大家也想选一款洗完之后比较舒服的洁面的话，就可以考虑这一支军号洁面了。是的，我心中我是认为这支军号洁面是非常完美的，因为我也是一个大油皮。那大家想做到清洁力比较强，同时比较安全，就可以选择这支军号洁面。同时呢，它里面蕴含到的像杨子老师刚刚说到的氨基酸，这也是大家最近几年非常喜闻乐见的一个成分。那哪怕是敏感肌呀，脆弱肌，包括干性肤质和油皮是全部都可以使用的。那另外大家经常化妆的各位粉丝呢，卸妆卸掉自己的防晒也是可以在我们这个洁面的带领下轻松搞定的，拥有一个皮肤的好状态。其实我倒觉得清洁很重要的，但是很多女孩就是容易忽略清洁这一个步骤。是的，对，所以这支洁面推荐大家可以在我们直播间选择起来。那因为现在是618码，正常大家买到这支洁面就只有它一支，而今天下单我们会再送您30毫升同款军号洁面一支、两支、三支、四支，共120毫升，额外再送30ml的泥娃娃面膜。这款产品我们今天下单也是有杨子老师的限定周边的。那如何购买呢？您去3号宝贝链接下单，备注暗号我爱悦木之源，即可以解锁周边了。那我们更加建议大家怎么买更超值呢？是搭配到灵芝水一起下单，凑单满550元，凑到550肯定更超值了，因为你可以用刚我们弹出来的那张满550减50的优惠券呀。那这样的话相当于又想到一个折上折的活动了。那同时呢，我们可以去到直播间24号链接充值700元的购物金，充700到手750元，加起来最高可以立省100元的活动。所以呢，建议您搭配到灵芝水去购买是更加划算和超值的。那我们再次恭喜呢杨子老师成功通关。谢谢，今天呢就是非常非常期待的表情包，还有我们的小录屏视频，然后以及我们的免单大奖，就全部都给大家发放出来了。那当然了，我们在直播的最后10分钟的时间里呢，还会有一个超值大奖，就是一个六百
6180元的免单大奖。那这个免单大奖呢，需要大家在我们的21:40到22:00之间有正装订单的下单记录，才可以参与我们接下来的抽奖。所以呢，您可以在我们的购物车里面加入一些产品，然后算一算大概要买多少产品。我觉得这个6000多应该要凑一凑了，这个可以买好多好多的东西。对，然后同时呢，我们刚刚因为闯了4关，所以获得了这个4张的一个新品任务卡，你可以通过这4张的任务卡呢去挑选一份礼物，然后送给直播间里面的一位粉丝，这个是可以随便挑的。哦，那我就第一个吧。就第一个是吗？对，他再第一个我就第一个。好，是不是是这个样子的？我们闯了4关，然后就可以挑4件产品。哦，4件产品啊？对，就是我们想什么都可以是吗？对，想要什么都可以，可以搭配一下。护肤第一步就是那个菌泡洁面嘛，所以我就会选择首先有它这一支。好，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任务卡还可以选第二件。然后夏天搭配泥娃娃，我觉得定期清洁清理，让毛孔干净，预防黑头啊什么的也是非常重要的。对，好，然后第三件会选择什么？第三件就是王牌灵芝水乳，水跟乳加在一起，水跟乳液加在一起。好，那其实我们就直接把这个4个新品任务卡全部都搭配完成了，而且是个 YYDS 的护肤大全套。你真的很会选哎。对，就是把我们所有的一个灵魂全部都给大家选出来了。对，而且呢搭配的是非常完美的。这个炎炎夏日，如果你有任何的皮肤问题，这4套用起来就是 YYDS。 那如果呢我们待会儿抽到你的话呢，你就可以直接解锁这4款的产品了。我觉得杨子真的非常贴心，因为安排的是一个护肤的流程。那另外呢，大家如果要自己去购买的话，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进行一个选择。那么其实呢，我自己会比较推荐大家选择2个档位。第一个档位呢是我们刚刚反复强调的550元这个档位，因为我自己平时播用我们资源比较多，我是深知品牌很少发这种优惠券的。对，所以呢今天遇到了大家就可以去凑到550元，就可以到手立减500了。那第二呢，我们凑单满700元就可以去到24号链接去解锁什么呢？购物金，充值700，膨胀750元，那这样相当于省了100块钱。我强推2个方案给大家去购买吧。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1号链接搭配3号链接，也就是灵芝水搭配菌泡洁面，这样呢其实相当于是水乳加洁面不到1000块钱就解决一个非常基础的护肤三部曲了。到手是760毫升灵芝水乳，然后加上将近2支正装量的菌泡洁面，也就是把1号和3号加入购物车领取优惠券，先去21号购买1分钱菌泡洁面，再去到直播间24号链接充值700元或1000元的购物金，最后直接下单，记得备注暗号我爱悦木之源，1和3加入购物车一起去结算哦，这样的话就非常超值了。那或者呢第二个选择，我会比较推荐您可以把2号链接的灵芝水呢直接去拍2份。那拍2份有什么用呢？第一个是可以触发优惠券了，领取屏幕中间弹出的满550立减50元的优惠券，再去24号链接充值700元购物金，这样按照比例算下来大概是省了48块钱，我算的非常细了已经，所以大概可以去只花622块钱可以到手850毫升的灵芝水，已经超过4瓶整装量了，这个你就可以用1整年的时间。所以呢一次性囤积1年只花一个600多块钱，那相当于一支200毫升正装的灵芝水到手只要146元，是非常超值的。那另外我们要提醒大家的是，你在本轮下单之后呢可以获得我们今天的终极大奖，价值6180元的灵芝水乳等等的一系列到手之后的免单大奖。那这个锦鲤最终到底花落谁家呢？你要现在下单才能参与抽奖哦。那同时呢我们有下过正装订单的各位粉丝还有一项今天的我相信每一位粉丝都非常期待的，所有子米们都很期待的一个福利，就是杨子老师的亲签明信片，我们会随着刚刚的这位解锁的4件礼赠呢一同送出。所以如果大家想要的话，关注直播间，这个非常重要啊！真的假的？大家说真的很棒，当然是真的啦。那我们这样吧，不如先给大家去把这个大家很想要的这个亲签明信片给大家签出来，好不好？行吗？可以。行吗？这个行，可以。那我就用我这只手来签了。带着这个可以签吗？可以。这个可以啊，这才是意义不凡嘛。对，这个意义不凡，这个更有六一儿童节的味道了。签上了。
这个到底要送给谁呢？就是新鲜出炉的戴手套签出来的六一儿童节专属的亲签明信片，我们待会儿要送给一位粉丝。那我们需要大家呢这个参与抽奖的条件就是抽两位锦鲤啊，第一位呢是最上方的，这个就是价值6180元钱的免单大奖了。那第二位呢就是刚刚杨子老师亲自给大家搭配的一个护肤大全套，有洁面，有泥娃娃，有灵芝水乳，再加这张亲签明信片。好了，那我们给大家一点点时间啊，现在是21:56，给大家3分钟的时间，大家去进行下单，因为确实我们大家要凑一阵子哈。然后我们再来这个给大家去讲一讲如何去凑单。首先第一步，大家把要的产品加入到购物车，第二步在直播间蹲一会儿，领取张满550减50的优惠券，第三步去24号链接充值购物金，充值1000到手1100，充值700到手是750元钱。那我们去21号链接购买1分钱30毫升的菌泡洁面，最后直接下单备注暗号我爱悦木之源就可以咯。那我们一定要有这个什么呢，21:40到22点的正装下单记录，我们才能抽出今天的最后一轮什么呢，锦鲤大奖。所以抓紧时间去下单吧。呜呜呜，要想要这张明信片啊，大家都在说怎么突然就呜配了音，不知道呀，不知道大家怎么突然就呜呜上了，是刚刚要抢到什么没抢着吗？没抢着也不用担心，因为我们还有最后一轮的这个免单大锦鲤呢，我们会抽出两位的，这个中奖的概率也是很大的。嗯，好吧，我们看看还有没有哪些粉丝是在这个小时里面都没有点关注的，要抓紧时间关注一下直播间。我们再来看一下哦，待会儿的抽奖如何去参与。再来提醒大家，头顶正上方的位置，如果您和我一样是放到桌面的话，那就没有问题了。如果是红色的，记得大家点一下关注直播间，这是参与抽奖的第一步。那第二步呢，大家记得去下单，点击下方购物袋去算一下你要的产品，加入购物车领取优惠券，充值购物金，拍下1分钱统一去进行结算，下单备注暗号我爱悦木之源即可解锁今晚限定只有2500份的杨子周边明信片一张，每个 ID 仅限8张，如果你还没有抢到的话，我估计数量可能不多，甚至可能已经没有啦，所以抓紧时间下单啊。我们刚刚在半点左右的时候，40左右的时候跟我说是就剩下100份明信片了，所以大家还是要抓紧时间去下单的，好不好？好了，没有时间留给大家了，我们要开始抽出今天的最后一轮终极大奖了，请大家开始刷屏。那我们刷屏词就打我爱悦木之源好不好，最后一轮 好吧。好，那请大家把口令我爱悦木之源刷起来，我爱悦木之源哦。我们再说一下，这一轮我们将会抽出两位幸运的锦鲤，那我们规定呢是在屏幕最上方的一位送出价值6180元钱的免单大奖，在屏幕最下方的一位送出的是刚刚闯关成功的4款爆款产品，再加一张亲签明信片。我估计大家应该都很想出现在那个屏幕最下方的那一位吧，对吧？就是用这只手签出来的这一张，所以不知道你们准备好了没哦？有下单记录，关注直播间，刷屏正确就可以参与我们接下来的抽奖活动啦。好了吗？准备好了吗？大家都已经刷起来了，这个真是很重要的重磅大奖了。我们慢点把它倒数出来好吗？5 4 4 3 2 1，截屏。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轮中奖的是谁。看一看，最上面的一位是什么呢？6180元钱的免单大奖，名字叫做 Love 0000000。最下面的一位叫做 A， 这个不是完整的呀，我们顺眼一下，叫做你好呀，是我，你好呀，是我。恭喜两位，你好呀，是我，你获得了今天的亲签照片，恭喜你。好，我们来看一下哦。那因为刚刚这位樱花草同学呢，他是在上一轮已经中过奖的，非常幸运，所以呢抱歉我们就不能送给你了。那这位 Love 你居然可以出现在首尾两次也是很厉害的，所以我们顺眼给到这位你好是我呀。好，请你好是我呀以及 Love 一堆零，大家把我们的中奖截图截屏保留下来，在48小时之内我们要去联系人工客服，填写一下你的家庭地址，30个工作日之内人工客服会联系你进行免单。恭喜
喜大家，今天都是满载而归的。然后我们直播间里很多粉丝都中奖了，然后也要特别感谢杨子为我们成功闯关成功送出了这么多的福利。那我们在直播的最后还有什么想要跟大家说的吗？就是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天玩得非常非常开心。我觉得现在是疫情期间，有很多我的粉丝朋友给我的一些祝福啊、爱心或者是节日的祝福，我都已经收到了。我很感动，也很开心。但是疫情期间，我不鼓励大家，或者是拍摄期间不鼓励大家，就是自己来到，比如说现场，或者说是那样比较危险。还是期待有一天疫情结束以后，我们可以在公开的场合一起见面，那个时候大家在一起玩。我觉得这份嘱咐就是特别用心，对，而且感受到了满满的诚意和感动。我相信大家隔着屏幕应该都感受到了，是和我一样的爱意。我觉得这个比什么样的祝福都更加温暖。那也非常感谢杨子对于月幕之缘的支持，也特别谢谢我们的子米这个小时的陪伴。谢谢。那希望大家呢可以在今天一起保持着一颗童心，热爱生活，生活就该这么爱。那非常感谢大家呢对我们天猫618心动夜天猫月幕之缘直播间的陪伴，也感谢天猫618心动大使杨子来到我们月幕之缘的直播间。那我们今天呢到这里直播就结束了，不过我们下一场直播将会在广告之后为大家带来系列的讲解，所以大家不要走开哦，不要走开哦，一小段 VCR 之后再见哦，再见哦，拜拜。